气冠军。对的，接下来有请 H 队的学姐行使选择权。正如大家所见，看怪兽唱歌、开心跳舞，然后我唱歌和跳舞。所以，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，我们需要选择的一名成员，他也非常的有自己的实力。他的名字是岩角君。恭喜！拥有人气票数第一的岩角君。让时间证明你的选择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我也不会让 H 队的前辈失望的，谢谢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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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唱得真好听啊。那最后到了 S 队，有什么话想说吗？王嘉玲 I want you。 感谢 S 队的前辈能够认可我，本来没有想过能进前九的，但是还是很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现在我们的战队已经集结了三分之二。是的，那实际上每个队呢还缺三名队员，而这三名队员呢将从我们的十七位待定的学妹当中产生。过一会儿，在这个舞台上，我们待定的十七位学妹将一起带来一段表演。各位一定要通过表演，好好的判断一下谁具有潜力，谁有实力，谁可以陪你走到最后。听说我们的院长啊，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，了不得吗？哎呦，太了不得了！干啥了？据说今天呢，我们院长请来了三位人气女神。接下来，掌声有请我们的费院长携手李一桐、张宇阁、曾叶芬登场，有请！哇哦！
带来了三位女神呢、啊。不是，但是我很郁闷啊，我替女神郁闷啊，这不都是 SNH48 的对应援队吗？对，你看下面的小牌子上面都显示费玉清。哎呦，您还真是忠诚呢，挺给面子的、啊，是是，谢谢。大家都爱院长嘛，对对对，人人爱院长。哎。来，这样院长，这三位先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。是是，啊，那我们是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自我介绍。对，平时这种方式只能在我们的那个星梦剧场能见到。今天为了现场到场的粉丝，特别再来一次。好，大家多开心啊！快给泰克打电话。嘟嘟爸爸啦！你好，这里是张允格。谢谢王子。谢谢。不是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他们每个人的这种标志性的，你们都懂吗？四万多人的 catchphrase 都有背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听听一同的。来 ，Every day 发卡卡，每天给你白发卡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一同。哦，来发卡，啊，厉害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好好，那这我们就放心了。那听了两位女神的之后。第三位女神，第三位女神，完全把她忽略了。还有我是最不能遗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存在太闪耀了。哎呦，闪瞎了！所以有自信。是的，所以我的自我介绍会简单一点，因为怕太闪亮了。所以平常呢，演出完呢，我就是说，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天门度的曾艳芬。曾艳芬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克制点自己啊，挺幽默的，很好啊。那这样，那他们三个都有，那你像院长、教授，没有，你们也应该设计一个给我们这个教师团队啊。对，我们教师团队是也该来点，对对对，应该。那我其实我的 catchphrase， 其实我估计大家也都知道。试一试啊，没跟你们事先沟通过，我试一下，给点面子啊，来。